近日，吴世勋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 VEXO 成员圈庆生的照片，配文称 Happy Birthday Chen。照片中 ，EXO 成员们聚在一起，为圈举办了一场生日 party。大家聚在一起的样子让人觉得很温馨，粉丝们也非常感动，纷纷评论，团魂爆发。粉丝们看到 EXO 合体，纷纷表示久违的看到 EXO 聚在一起，好感动，是真兄弟。照片中成员们按照年龄顺序做成一排，也让粉丝感到欣慰。2018年的 EXO 主要忙于个人行程，团员们更是跨足各个领域，包括戏剧、电影、时尚、综艺、直播、小分段活动等不同领域。虽然成员们各自的行程相当忙碌，但是每次到了成员们的生日，他们都会聚在一起庆祝。9月21日，成员圈生日， EXO 再次上传聚会合照，让粉丝们感动。虽然2018年 EXO 一直都在各自进行个人活动，但是有媒体扑出 EXO 即将在下半年回归，也有媒体拍到了 EXO 成员们染了新发色，并且排练新曲直到深夜。这些消息的传出都让粉丝们非常期待。